我係你嘅阿 Key。而家啲人話買樓越嚟越難，如果你手頭上資金唔係好夠，但係又想住到市區，仲要有名校學，交通方便，而且樓齡又唔要太舊嘅話，呢一度可能就適合你啦。今日我要介紹嘅就係位於何文田九龍總商會大廈，唔使幾分鐘嘅路程，就有交通運輸中心、大型購物商場同旺角東港鐵站。唔單止靠近市區嘅方便，又擁有34小學名校網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睇下一個實用面積571尺、高層兩房嘅單位啊！單位嘅客飯廳呈長方形設計，間間市正實用。至於景觀，雖然望向樓景，但位處高層，甚至可以望到港島嘅景色添。於兩間睡房都非常之寬敞，就算要擺雙人床、衣櫃、書台都綽綽有餘。如果你想知道呢個單位更多資訊嘅話，歡迎嚟睇我哋網。我係阿 Key， 下次見，拜拜。